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鬼。我们今天要来挑战的是这周的公会任务，那叫做圣徒的颂歌。对，是一个圣诞的任务，那一样是有加入公会任务的。那这是它的名字，关卡名称叫做分雪黑街。那这次要打一个好像是怪盗的一个角色。那一开始第一关，它很好心的就是有两只灵魂石。然后还有几率会遇到万年的哦，而且万年的攻击力不是9999，是1000多而已，所以可以好好的存技能。好，我们存好技能之后呢，开始小怪关卡。那小怪关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通常都是把符石转成星或是连级的小魔女，对，他们伤害都很低，都1000-2000而已，所以小关都还蛮容易的。对啊，这一次的关卡其实不算很难，那它最高的难度就是到困难而已，那要花40体力。好，小怪的话血量大概3-5万左右，不多，还蛮少的。那我这边带了龙队来挑战，因为后面还蛮需要一些高回复或是高爆发的队伍，那这一队刚好都能兼顾，就还蛮好用的。好，第四关的话，有几率会乱入那个老人哦，老人会有几率乱入。那老人乱入的话，他不晓得会不会掉什么好东西，也不晓得礼物会不会掉。那老人的话，他是三鼠盾的样子。那我记得血量好像还蛮高的，大概有60几万以上。对，第四关有时候会乱入老人，大家要小心哦。好，然后在第五关也是小怪，第六关就是算小王的关卡喽。好，第六关我们有三种随机的角色。那我们这边遇到的是打扫精灵，那他会把我们的附加状态给消除，所有的安龙石的那个共鸣就不见了，可恶。那还有机会遇到冰的那只冰雪巫师，那他的技能是双重冻结，对，跟那个之前那个 Big Bang 的水属性那一只一样，那一关一样啊，会把两颗符石冻结。那另外一种是会遇到火属性的恶作剧精灵，那它是它好像是三鼠盾的样子，对，那他们的血量大概都是60万左右。不是三鼠盾啊，那一只恶作剧灵是那个风化猪，对，它的是风化猪转，就是转的时候才会冒出一颗风化猪这样子。好，那他们攻击力都不会很高。好，那就是来到最后一关，但是我的安龙石还没准备好。最后一关的话是燃烧轨迹啊，只会烧500，还好。那它的攻击力是1CD 8700，1CD 的话，这样的伤害还算蛮高的。那它的血量总共有190万左右。那我这边打算先把暗龙石的技能把它存回来，大概还有几回合，边就边回血边存吧。还有龙队就是血量高，然后回复力高，所以很容易撑得住。那它的名称叫做怪盗黑手党石骨姬，对啊，这个好像也有一个它的故事哦，好像。跟我们一般平常听到的圣诞老人故事不太一样呢，是另外一种圣诞的故事。等之后可以来看一下他的故事。好，那这次的公会任务呢，它是一样是积分的，然后这次收集到20000分以上，然后还有收集20款他的圣诞公仔。对，那就是打完关卡之后，他打最后的王会掉一个礼物，那把它开启之后就有一个圣诞公仔，那总共有20款，然后还有隐藏版、稀有版的那个公仔，稀有版的有3款，
对，每一个难度都有一种稀有的公仔，那种分数会加比较多。好，那我们搜集20000分以上的话，可以得到这一只黑手党，然后还有老人，圣诞老人也会有，那他们都是等级最高的哦。好啦，最后我们就开暗龙石跟水龙石的技能，就把它解决掉啦。那血量也才190万，所以伤害很够啦。好，终于解决掉了。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会得到哪一只娃娃，它会不会是稀有的。稀有的娃娃困难的是风头的一个娃娃。好，经验值还蛮少的。啊，拿到好像是那个谁啊？双子吗？还是谁？还是艾玛？看不太出来，双子吧。好，那就是有20款娃娃，那在公会的那个展示柜里面可以看到这个。那点下去可以看到是总共拿到几只，然后是由谁最先拿到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，就是他这一次的那个储值抽卡。那这一次储六颗可以抽一张百鬼夜行的卡片。那我就出一下好了，来抽一下百鬼夜行的卡片。不晓得会抽到谁，我比较想要光的那个毛苍蓟，因为它比较好看，然后是光绪能转换，还不错。那我们抽到的是。啊！抽到暗的土蜘蛛，抽到一只小怪物啊！土蜘蛛啊，它技能是魔族伤害 1.5 倍，然后是持续的，然后直到被对方攻击为止，有点像火屋的感觉。不过 1.5 倍，是还 OK 啊，就是要组魔族队的话，那它一样有一些小故事，大家可以按暂停观看哦。土蜘蛛啊，好吧，也还好啦，应该就是魔族可以用，可魔族队现在好像还组不太起来，现在不太好组。好啦，那这一次的圣诞关卡、圣诞公会任务就先介绍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，解放喽！噔噔噔噔噔，哦，一样是黑金的卡背耶，神话级。哇，那这个最后的一开始进化前是拿着蛋糕，对不对？进化后整个变成蛋糕，它整个变成一个大的。